欢迎光临中餐厅。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我在这里读书。马来西亚人，你都是讲粤语噶？我哋两个都识。I strongly recommend this one. It's very refreshing. 主菜是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个是您爸厨做，这个是小明哥做的。然后就是炸酥肉和糖醋排骨，外国是小明哥做的。不好意思，碗筷等一下就来了，稍等我一下，谢谢。我在北京读大学，所以这个我今天特别爱吃。味儿差不多吧？差不多。你是青岛啊？我太不行。你请哪的？干杯。是这样，我们餐厅刚营业，由于我们菜单少，人也少，需要您稍等一下。非常的抱歉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不能打包嘛，然后我把它怎么做的写下来给你了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让客人开心比什么都重要。It's Chinese Sichuan Opera. For lady. This is for you, okay? Thank you very much. 这是衣服吗？是带的。每个角色都要学一些新东西。他做癌细胞研究的。天哪！把技术带到中国去，加油！谢谢。好棒，好棒！中文还是一个比较酷、非常酷的语言。答应我，小孩也要学好中文，好不好？